双方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吴振宇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吴振宇开球。二球中弹，四号球中弹。三号球中弹。
包子鸡蛋。第一局吴振宇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崔叔翁开球。12号球底带，八九中的。第二局崔叔龙胜，比分1-1，开局清台。第三局吴振宇开球。开球是鸡，一个选择进入现场台面继续击打，一个选择由你或者对手重新开球。
妙。五、四、九号水底带。十号球中弹。
发球中弹。第三局，吴振宇胜，1-2。第四局，崔顺龙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延时。10秒，五。9号球中弹。
要去你家。第四局，吴振宇胜，1-3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如果是第三次的话，会判负一局。14号球中弹。
十秒。延时。七号球中弹。八速几弹。第五局崔树龙胜，比分2-3。你可以选择把黑八放在点上，你继续击打，或者选择重新开球。
八岁底单，第六局吴振宇胜，比分4-2。第七局吴振宇开球。向左球，犯规。左球。10秒，延时。10秒。犯规。
再球。八球中弹。第七局崔树龙胜，比分3-4。第八局崔树龙开球。
八球底带。第八局，吴振宇胜，比分5-3，比赛暂停5分钟，迟到者判负1局。